早晨啊，咁多位，多谢嚟到肥坤频道收睇肥坤嘅片啊！今日系8月20日早上嘅11点，冇雨落啊，停咗雨，地下都开始干啦。今日嚟到湾闸广场啊，呢度日头啊比较繁忙啲啊。夜晚啊，都叫做几静下噶。湾闸两边都有天桥同埋地下通道啊，直接去到青州与黑沙环两区嘅交界。今日出入境都几多朋友啊！今日喺附近摆一摆啦。当年湾闸。好多年啦，几百年已经有中国式的关口关闸啊。当年都是属于边界啊，为了防止葡国人、外籍人士，即是管制他们出入境这个关卡嚟啊。后期阿马骝事件之后，又整一个海船门关口啊，大部分的人现在叫这个关口都叫关闸，因为当年还有一个中国式的关口，现在就没了，现在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海关。我们望出来，当年这里是叫彩虹村，彩虹村是警察宿舍，两三排的矮屋，一排有三四间，有很多警察的家眷在这里住的。现在就起了警察宿舍了，旁边还有特警总部，特警的警察总部啊，现在越来越大的地方。当年这里还有一个警察球场，现在变了高人球场啦，叫做都系里边有个商场。呢座大厦都系叫彩虹新村啦。实情澳门都有好多叫做彩虹村嘅地方，即系政府帮佢游到五颜六色嘅。唯有呢一橛叫彩虹村咧，就比较古旧啲啦。当年真系木屋嚟嘅，记得呢度仲系有的士站添。我都找到一张旧相啊！呢度有很多手信啊，同埋卖嗰啲叫咩啊？地摊寻宝啊，嗰啲旧嘢啊，卖啲画啊，卖啲旅游产品啊。当年喺香港嘅朋友坐的士嚟。大部分都是经呢度海边落车嘅的士。今时唔同晒啦，变晒样啦，高楼大厦。当年呢度行出去就系菜地马场。今日好彩冇雨落，出嚟八下。近近地的地方在附近摆一摆啦。今天是星期二，交通有没有那么繁忙。过了这边的天桥叫菜园路，菜园路即是顾名思义，以前都是种菜的地方，即是叫马场。现在这里起了很多天桥，落到对面的就是特警总部。天都开始光了，见到蓝天白云了。这里夜晚黑8、9点就很静了，因为旺的地方不是这一区，是关闸马路入了来这边住宅区菜园路啊，长寿大马路。
呢度得几多餐饮噶？麦当劳就其中之一啦。呢度系永定街啊，出翻去右岸第一街。呢度系巴士必经嘅。望到佢就系李炳麟警察宿舍。以前喺佢嘅对面就系木屋、砖屋，亦都系叫彩虹村嘅警察宿舍啊！呢一区大部分都系种菜、耕田养鸡嘅地方。见到海辉学校以前系渔民子弟学校啊，个校舍搬咗嚟呢度。我哋过咗天桥，入咗嚟住宅区啊，石屎森林，氹氹转都系高楼大厦。在70年代、60年代都是菜地，可以说是马场在这里。望到这间药材铺变了手机铺，这里有很多新的餐厅，装修得挺漂亮。平时少行一区都不知道有很多东西吃。呢度仲有一间大大嘅内内啊，大大间嘅内内。又有百佳超市，买嘢都几方便。过咗一两条马路就系右岸啦，呢度。虽然话呢度系全部都系高楼大厦，但系始终都系好静啊！今日我哋喺度转个圈咧，呢度行前少少就亦都有几间学校啊！而家就放紧暑假。所以就学生哥就少啲，剩好多嘅。讲起澳门嘅休渔期咧，已经全面咧，即系8月15号已经可以出港攞鱼啦。但系呢几日翻嚟嘅渔获咧，就据报就麻麻地啊。我谂虾蟹就应该好多烂市啊。如果喜意吃蝦蟹的朋友就挺好啊，魚話少一點。那些出海幾日的漁船已經陸陸續續地回來澳門了，所以街市裡面都挺多東西賣。轉過來這裡是長壽大馬路啊，這裡直出去就是右漢街市，呢边系零舍，唔同啲嘅静好多，所以一入夜咧就人多唔多个，兼夹上好多铺头都系关咗门。呢条系菜马场大马路啊，隔篱嗰条先至系马场，汉台街，即系隔篱一条。呢度有一间圣堂啊，我都提及过啦。不过今日行嘅系另一边，汉台街啊。过几日
好多学生哥都翻学校噶啦，准备准备啊！到时呢度又热闹翻晒，呢度仲有好多小食档添。冇咗学生哥帮衬啊，剩些少。依一区氹氹转都好多餐饮噶，如果香港嘅朋友想嚟行下依一区，如果系坐101就嚟到前面街口嘅武二嗰个站，大约系第二个站啦，由海关嗰度过嚟第二个站落车就嚟到依一区嘅。呢度揾食都好容易啊，价钱又比较经济好多。从出面新马路就零舍不同的价钱，这里很多茶餐厅都是如果中午40元一碟饭加上一杯嘢饮的，如果特色一点可以上下去右汉街市的熟食中心行下，这里都算是旧区的了，这些楼全部都是第一浸的，以前呢度全部都系菜地，呢度样样都多啊！超市又多，药房又多，电器铺又多，最多就系手机铺。巴士就在前面这个站落车，就是新华学校，即是珠江澳海关一出来第二个站101这个站来到这里落车，等等转又可以去九场，又可以去发子机，又可以行下马克游这些旧区，搵食啊最好啊，行下街。转入呢啲横街里面仲有好多卖饭仔盒、盒仔饭，同埋21-22元一盒，三餸。武二就好多年啦，企得好稳阵。蚝仔鱼蛋牛丸，打横呢条就系骑士大马路，直行翻上去就系关闸马路。今天在氹氹转啦，近近地兜个圈，我哋下一集再见。